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十全鹅肉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间店这边的样子。好，那网友蛮推荐的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啊。啊，这是全部菜单。啊，随便点个量就快200了。好，老板很亲切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啊。好，那差一个下血汤就全部到齐了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好，网友推荐鹅肉饭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好，那就谢谢美女啊 ，Thank you。好，应该现在这样全部到齐啊，总共220啊。我现在要试试看，感觉这个鹅肉还蛮嫩的哦，嗯。哦，好吃哦！好，真的很赞哦。哦，它这个鹅肉有带着淡淡的药炖的味道。啊，其实吃起来跟那个诚信鹅肉很像，嗯，然后这个竹笋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就是没有怪味的。哇，我觉得相当不错哦，那饭也好吃。算是土城地区鹅肉还蛮优秀的店家。啊，鹅肉清甜美味啊，赞！好，竹笋清甜。啊，仿佛看见一只鹅啦，这样可以了啊。啊，相信从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鹅肉是蛮嫩的啊。好吃啊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90分，稍微热了一点，环境哦，电风扇而已。但餐点是真的很美味，好吃。啊，如果有冷气就更棒了。推荐外带啊！再是下水汤，相当令人期待啊！嗯，啊，这个鹅真的很新鲜。好吃的，蛮实在的啊。那鹅胗就不会很硬啊，很好嚼，有一点嚼劲啊。但是我感觉汤的味道应该还没出来啊，那可能是刚开店。
吃啊。哦，一样分数，我觉得是90分，好吃。姜丝米酒汤底，错，好，再是这个鹅血高汤，都蛮赞的啦，就是有相当的品质，哦，就只有我刚刚讲的缺点，热了点，不然一切都很好，姜丝米酒汤底，那高汤，然后带着淡淡的药膳的味道，那应该汤底都同一种。然后再是套餐的配菜木耳啊，酸溜溜的，还蛮开胃的啊。好，最近我这里比较少有人对我酸溜溜，哈哈，好事啊，赞。好，这个很开胃哦，好吃。回家另外一个配菜不是小黄瓜，不然就超赞了。再是干丝啊，个人刚好就不喜欢吃这个。啊，这个纯粹我个人不喜欢。好，那配菜都蛮不错的。好，除了热一点，其他都不错。好，那最后再拍一下这个店的小菜啊，都很棒。啊，店员都蛮亲切的啊。好，那个人觉得蛮不错的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那今天就到了很久没有来的手作黑糖米苔木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哎，老板娘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哦，最近变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。哎，好，那你要这边吃吗？啊，对。那我今天想要那个爱玉柠檬米苔木，谢谢。
那最近好吗？最近好啊。好，这样。好，那夏天就到这个吃冰的季节哦，所以一定要多吃点冰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老板娘这么漂亮的话，镜头一定是要多一点的啊。吃冰吃冰啊，五告五告了啊。最近天气真热得快昏倒。嗯。哦 ，QQ 的超好吃啊。这个很热的天气，所以就这个环境加分的分数哦，就是会很清凉。哦，冰冰凉凉，酸酸甜甜。将65块也很 OK 啊，分量十足。啊，所以当然是满分的啊。再尝看啊！好吃啊！嗯。啊，就等你来品尝，很好吃啊。再加点冰，谢谢。好，60块换超清凉啊，赞！好，本来想要再吃下一托，但是因为真的太热了哦，就推荐各位来吃个冰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